现在不行了，让他走了。其他我跟他说，家里的累累嘛，没做，他们那就空的，让他走不走，俺们就会。要不嘛，那安达哥拿嘛，一个安达哥。 哎，不行！进来一个人，进来一个人，这没有嘛的。你看我这里，哎，就是起码那么样的嘿。 那我的老板，我的老板，他就是那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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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
那么老婆呢？都把你家的呢？